陪分享咧，俾我哋即係分享下我哋喺下退休會嘅一啲嘅感受。如果你我哋今次退休會咧，其實係本身都係一個神蹟，因為我哋揾地方揾咗好耐，揾咗好耐嘅緣故咧，都唔知真係當曾經有啲時間都唔知做唔做得到，冇地方點搞咧咁。咁所以講完咧，遲遲都唔敢請。咁到後來咧，唉，冇辦法啦，嗰啲要坐飛機嚟嗰啲咧都揾唔到啦，咁啊揾本地啦咁。所以咧，好似冇世界級嘅講員，原來咧都係從上帝而嚟。所以余若蓮博士咧係 local 嘅，但係咧亦都係我哋以前不約華基嘅傳道啦。咁咧亦都俾我哋好大嘅祝福嚇。咁所以我相信佢都好開心，翻返嚟見翻我哋一啲以前嘅弟兄姊妹。雖然大家一齊互相鼓勵。咁頭先聽大家聽我聽阿 Raymond 分享嘅時候，特別咧，我有感覺好似去翻以前我哋青少年夏令會嗰種感覺咯，即係嗰種興奮啊！即係話啊，當年我哋後生嘅時候咧，去夏令會退休會咧，好開心嘅。好似我哋嗰啲年輕人咧，星期一朝頭早咧，冇咩人出去食早餐嘅，個個都傾到三四點唔瞓覺嘅，咁唔俾佢唔得嘅，因為咧你唔俾佢傾偈咧，那個係佢哋成個夏令會最開心嘅時候。咁啊，所以星期日我哋，所以初初啲嘢係唔夠食，後來咧越嚟越多，尤其是早餐啲人都唔食啦，已經瞓覺嚇。咁所以咧，即係係好開心嘅。如果你錯過咗咧，唔緊要，我哋下次咧有，我哋每年咧都有夏令會。不過咧係聯合成個教會嘅咧就兩年一次，所以出年咧有粵語堂嘅。跟住後年咧就有一個嘅全體教會。咁啊，好似有啲食物方面有啲困難，不過咧，我哋最後尾星期一咧就去咗一間中國餐館食飯。有位北方嚟嘅弟兄姊妹郭宇堂，佢話：，牧師，今餐食完，以前嗰啲不足補足足夠有餘啊，一餐抵十餐。佢話嗰餐係好豐富嘅，又炒粉又炒面又點心又剩咧。佢話：，兩成個 weekend 嗰啲冚唪唥抵翻曬啦，咁樣。咁誒，即係佢誇張咗少少咯。不過嗰餐真係好豐富，即係我都食完之後拎翻屋企，我都食咗一晚，都食得曬。神俾我哋好大嘅祝福。我哋學習點樣去靈命更新。我哋先排咧就講完曬希伯來書，即係點樣能夠真係希伯來書嘅信息好簡單、好清楚，就係話咧，我哋要謹慎向前行，千祈唔好咧求求其其，唔可以咧奉旨，英文叫 take for granted。即係話咧，我哋求記得噶啦，隨時，因為好容易，你唔向前咧，就會向後啊，就會咧信仰方面咧就會越嚟越遠嘅話咧，就好為我哋擔憂。咁跟住咧，下半年我哋點樣嚟到去學習咧？咁我想同大家咧思想一下咧，耶穌基督的比喻啊。所以今日咧就開始講撒種嘅比喻。比喻係咩咧？係耶穌咧講到講呢個嘅天国嘅福音嘅好重要嘅一个方法，即系耶稣讲道咧，就唔系讲啲好高深嘅道理，耶稣系讲一啲好简单嘅故仔啊。嗱，头先读嘅经文里边咧，留意到话耶稣讲完之后，啲门徒话点解用比喻啊？咁系咪啊？去翻头先嗰啲经文里边，耶稣话讲比喻咧，就要叫你哋明白，即系嗰啲门徒明白，叫嗰啲人明白，嗰啲系咩人咧？就系嗰啲心里边骄傲。喜歡聽一些高言大志，喜歡聽一些刁鑽、挖眾取寵的說話。那為什麼呢？當時很多的教師、文士、宗教領袖，他說耶穌說了這些故事，好像都不夠分量的，我們要聽一些深奧的。那些人的心呢，其實是蒙了油，聽不入。耶穌說的比喻很簡單，他們說不知道什麼來的，但那些百姓普通人咧就覺得啊，故仔好得意，跟住講下講下咧，耶穌解釋多啲咧，天國嘅道理咧，佢哋就明白啦。同時，亦都好似應驗咗以賽亞書講，耶穌講嘅道理好簡單，但係嗰啲人點解聽唔明咧？心裡蒙了油，係一種審判嘅道理啊！即係呢個耶穌講比喻咧，就唔係話咧，我專講啲唔知講乜嘅嘢，等你哋咧唔明，咁你哋等你哋被審判啦，唔係嘅。大家我哋明白，做任何去教書啊、教導都好咧，故仔係最容易明白嘅故事，因為我哋人咧本身就係一個故事嚟嘅，所以講道理好似唔明，加上我哋而家咧年紀越嚟越成長嘅時候，我哋發覺中意聽故仔嘅，好似細路仔一樣，細路仔中意聽故仔，年紀大咗又中意聽故仔，其中個原因就係嗰啲理論咧記唔到啊，記個故仔就記得到，好奇怪嘅。故事，因為我們人的生命就是一個故事。耶穌講很多故事，我們講下，由現在開始一路去講到年尾，講到聖誕節嘅啦。耶穌所有的比喻逐個講，有些啱的我們將佢夾埋兩次一起講。咁大家咧可以
睇下聖經，將新約四福音書裏面一啲嘅比喻咧，嚟到去大家去預備一下。咁我哋經文裏面咧，我哋下次有預告嘅，睇睇先，究竟個比喻係講啲乜嘢？好啦，我哋今次咧就講撒種的比喻。如果你留意咧，我題目就唔叫撒種嘅比喻嘅喎。其實咧，撒種嘅比喻係嗰人撒種啊，但係其實唔係講嗰個種，係講嗰啲泥土啊。有個人出去撒種，咁啊周圍係咁抌啦。咁我哋如果我哋唔明白巴勒斯坦嘅背景咧，有冇搞錯啊？點解咁樣撒種嘅咧？咁應該攞個撒種車咁啊。以前就冇嘅，以前嗰啲人撒種咧就一路係咁行，攞住個種咧，咁啊係咁發，係咁撒，咁一路行嘅時候咧，咁就有啲種子自然就落得啱嘅地方啦。有啲咧落得唔係幾好嘅地方都有嘅，即係依個係當時嗰啲人係咁樣樣撒種嘅。我哋今日就唔係啦，好矜貴嘅啲嘢，冚唪好清楚，就算係計劃用機器啊嘛。以前唔係咁樣嘅，咁即係話咧，當時撒種落咗喺幾種唔同嘅泥土，一種係路旁，一種係土淺石頭地，第一種係荊棘，最後咩咧就係好土。咁你想象一個田嘅話咧，有啲係好土啦，泥旁邊係路旁啦。有啲係荊棘啦，有啲係石頭啦，咁即係話咧嗰個種田嘅地方咧，佢即係種整咗一大好土，有啲咧就未整得好，留翻有啲係石頭地啊咁樣，係咪？因為要清曬啲石頭咧，花好多功夫嘅，所以不同嘅泥土啦，咁個種子落到不同嘅泥土，產生唔同嘅反應，最後尾好土，哇，有一百倍、六十倍、三十倍，但係其實個故仔裏邊咧，嗰個重點咧。其實係咪嗰個最好嗰個咧？其實重點係頭嗰三個啊，係咪啊？頭嗰三個就係嗰啲問題嘅泥土，最後尾嗰個好土咧，就係將嗰啲泥土嗰啲問題咧冇曬。咁我哋嘗試睇下究竟每一種唔同嘅泥土嘅問題喺邊度？有人就話講係咪講緊信耶穌咧？咁我相信唔一定限於講信仰信唔信主嘅，係講緊我哋屬靈生命，我哋嗰個心靈嗰種嘅土壤嘅質素 spiritual。soil 即係我哋心靈裏邊嗰種，你嘅心靈嘅狀態係點樣？神嘅話語、天國嘅道理入到你嘅心裏邊，佢有咩反應咧？咁嗱，我哋先講第一個泥土啦。第一個泥土咧，路旁啊。咁後來耶穌解釋嘅時候咧，撒咗路旁，啲雀仔飛埋嚟就擔咗佢啦嘛。大家有冇種過嘢噶？我哋啲唔係好有經驗，唔敢亂講嚇。不過睇下書就知道，嗱，種嘢泥土咧。係啲點解你開始五月四月嘅時候你要開始種泥土係咩咧？鬆土啊，點解要鬆啊？嗰啲種子可以落咗泥土裏邊啊嘛，係咪？如果你唔鬆佢嗰塊泥好硬嘅話咧，嗰啲種子咪停喺上邊咯。真係雀仔擔嘅喎，我真係見過。我有時我哋啲草種咧，咁啊整喺度咧，嗰啲咁我懶啊嘛，唔去掘起啲草先啦。咁結果咧，啲雀仔飛嚟啄啄啄，咁啊擔曬我啲絲噶啦，真係咁嘅樣。路旁的泥土是什么呢？行得多啊，硬的，没有松的，那些种子就停在那些泥的上面咯。以前就没有水泥地啦，那路旁就是在路旁边行得多，人行平晒，车行，泥头车又行，木头车又行，那结果那些泥土是很硬的，种子就入不到去，停在那里，雀仔望到就擔咗佢啦，呢個係講緊乜一種乜嘢嘅心靈嘅土壤咧？咩土壤啊？有人話啊，梗係嗰啲好硬心，唔聽極都唔肯信主嘅人啦。咁可能係，但係我覺得未必係咪信主，係嗰種硬啊，即係個心裏邊咧係硬嘅。神嘅話語咧，想入去咧都唔容易入嘅，咁啊硬嘅泥土咯。所以神的道入到我们当中好像听不入脑不明白，那也可以描写，当我们或者当我们记得我们以前未信主的时候是这样听都不肯接受的，很硬的，那可能心里面说喂，那些是我未信主前，现在不是了，没那么快着，因为呢我这种心灵状态有时信了主之后呢慢慢慢慢听得多了，习惯了，麻木了，都有時係咁嘅喎，有時可能亦都描寫咗我哋嘅心靈嘅心態。聽咗喺教會裏邊好多好多年嘅信息，聽咗好多嘢啦，
好似冇咗一種咧興奮啊！哦，又係講嗰啲嘢，哦，我聽過啦。啊，牧師又講呢啲嘢，唉，我都聽過曬啦，冇乜特別嘅啫，平平無奇。啊，退休會啊，講啲乜嘢，又係嗰啲嘢，聖經講來講去都係嗰啲嘢，差唔多噶啦咁。個心裏邊咧麻木咗，慣咗，結果咧神嘅道咧好似入唔到喺我哋嘅心當中。曾經有啲有個現象很奇怪，我想在我們當中不是很多，有些基督徒呢就很喜歡周圍 去聽那些很厲害的講員的，就說、啊、今天誰誰明星講員來，我們聽一下他、嗯、聽完之後、哎、不外如是，就幫他評一分樣，通常分數最低的就是自己的牧師的、哎、他個星期都是這樣說，真的很悶，聽一下那個聽一下那個、啊、這個很厲害、這個、下但聽完之後呢覺得眉飛色舞，但你問聽了些什麼，有沒有行出來，基本呢都不是的，不是我想聽下，很有興趣，聽就聽了很多了，但是心呢原來呢很麻木的，道呢入不到去，只不過停留在知識茶餘飯後討論評下這個評下那個。如果是這樣的話呢，我們的心呢都可能就好像那個路旁的一樣，神的話語呢不能夠在入了心裡面慢慢有水分可以生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日复如是，其实呢真的很多时间神的话语都入不到我们的心的话，我们的灵命是怎样成长呢？我要想想会不会在我们信主的年日当中习惯了基督徒信主久了，变成一种呢、就是、老油条的角度，就是老油条、就是、好像很老、啊就是、好像没有一种的开放的心，冇咗一種咧興奮嘅心，以致神嘅道唔能夠令我哋有喺我哋生命當中生根。如果你發覺已經好似慢慢咧一種唔係咁容易接受神嘅話語，嗱唔係淨係牧師講嘅，唔係淨係講完講有時話，唉又係咁咯咁，好似覺得基督徒生活已經平平無奇，差唔多越嚟越死板嘅話咧，冇咩神嘅説話，一係靈修睇聖經睇都冇令到你好興奮嘅話咧。咁你小心啦，可能你个生命嘅心咧，就好似路旁地越嚟越硬，越嚟越硬。我啲细个嘅时候，我妈教我：，唉，呢啲仔好恩皮嘅，讲极都唔听嘅。咁可能喺上帝眼中咧，我哋越恩皮啊。恩皮意思话咧，即系恩皮，即系就算发藤条发落去都唔痛噶嘛，硬牛皮咁样系咪？会唔会喺我哋嘅心里边越嚟越咧恩皮？神嘅话语入唔到喺我哋嘅心中。如果系咁嘅话咧，我哋要应该点样做啊？要松土啦，系嘛？即系种之前攞个嘢，你知松土啲机器噶嘛？推系嘛啲轮咧，有刀啊，压嘢咁刮落去，刮下，刮翻松晒啲泥，咁让我哋嘅心咧先有心灵嘅空间去听翻成个话语。嗰把刀都几利嘅，有时刮落去痛嘅，松土系要需要心灵嘅刮翻开佢。好啦，第二个泥土讲乜嘢咧？就是说浅土石头地，听了神的话语有反应，因为有泥土嘛，不是硬的，松的，即刻有反应。跟着呢，不过个问题就是感情，他在讲什么，好像情感是吧？打开个经文看看草甸石头地那里，他说呢、耶稣怎么解释、啊，听到欢喜领受，只是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一遭到患难就受你逼迫，有根不过好浅，好开心，情感丰富，哇信好好啊，哎听到夏令会回来，哇好兴奋啊，但是如果那个兴奋只不过是维持了一个星期、啊、今天讲完见证，今天听完之后哦 OK 受当没了，那就大件事了，因为只是很短的时间，听日面对一啲困难嘅时候咧，跟住就哎呀忘记晒，哎呀又好似翻翻去以前嘅咁样嘅情况。神嘅话语时时要喺我哋嘅心中生根建造，但系如果我哋嘅心里边咧有好多石头啊，即系个泥土好浅，冇咗足够嘅土壤成长嘅时候，只不过系一种感情兴奋嘅情况。我曾經在華基家信寫了一篇文，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就是講一些基督徒的現象，叫做過山車基督徒，可能有沒有留意，就是什麼叫過山車呢？你坐過沒有？年輕坐過了，我坐過一次那麼多，以後不想坐了。
嗰陣時坐去 CNE， 唔係 CNE 唔敢添啊 ，Center Island 有個咁樣嗰好渣嗰啲，去完之後話：，唉，我完全唔 enjoy， 因為咧拋來拋去咁樣飛來飛去，哇！即係我膽小，唔敢去，因為咧咁樣去落翻翻嚟又去又去，咁樣去法好似高高低低，時時都唔能夠咧，應該係一路一路成長向，但係去到好高又跌翻落嚟，就是、描寫緊一啲咧係憑感覺嘅基督徒。個根唔夠嘅，即係話咧啊！我依排哎去完一個聚會，一個大嘅聚會、祈禱會或者唱詩讚美，哇非常好啦！啊神與我好親近啊！哇我好開心、好興奮！哎呀我要為主做好多嘢。尋晚瞓覺瞓得唔好，哎呀上帝真係好唔對我唔住啦！即係啊嗰排去飲茶食嘢，嗰個侍應招待得唔好，派碟好似放飛碟嘅，有冇搞錯啊？咁突然間成個人就過山車咁落咗個谷底嘅裏邊。哇、啊！跟住有人幫我開門，哇！你好嘛？哇！又好似好高，好高興咁樣，即係全部受當時情緒高高低低，或者周期性，或者咧係隨時隨地都會係咁樣嘅話咧，咁我哋嘅屬靈嘅生命點搞咧？淨係高高低低都冇一個根嘅，啲根好淺，一有困難嚟嘅時候咧，就好容易跌倒啦。問題點樣咧？因為點解會咁淺？點解咁少泥土啊？石頭多啊嘛，石頭多。任何真正種田嘅咧，要將啲石頭清曬佢嘅，啲石頭阻住嗰啲植物生長，要掹曬石頭，等啲泥土多啲，佢可以啲根先生得深啲咁多。有啲地方唔適合種田嘅，因為下邊嗰啲全部石，個泥土得咁多錢嘅，唔得噶嘛。所以咧，要揾一啲地方係唔會係成個 rock 都係喺下邊嘅，要能讓啲泥土夠多先能夠生根成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那个泥土的状况是不是满有上面泥土下面呢仍然硬的泥土，不是石头更惨过硬泥，是不是前面呢就路旁的硬，但下面那些是石的话呢，真的硬心不能够愿意生根，短的根再落一些的时候呢，你发觉呢原来是石头来的，硬的，是讲紧咧，我哋嘅生命里边情绪高荡，但系咧冇让神嘅话语入到我哋嘅内心深处里边。好多时候我哋基督徒人生里边咧，内心咧有啲嘢保护自己，有啲嘢唔愿意上帝开放嘅。啊，神嘅话语好好，去到咁上下咧就山杂啦。哎，上帝够皮，唔好行埋嚟，因为咧我啲嘢我唔肯嘅。当你嗰个内底嗰部越嚟越硬系石头嘅话咧，你发觉。你对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来到去成长，有个限度，不愿意再走下去。神啊，我多谢你，你真的给我很大的恩典，不过当神要我们，喂，你要去改变，你要去愿意去真的切实跟随他。 No, 不行了，我在这个时间感觉良好，上帝爱我，够皮了，再落多啲，你要付代价，你要咩背十字架，你要改变，你要认罪悔改，哇！呢啲唔好讲少，呢啲好难噶。石头挡住神嘅道，唔能够继续嚟到生根，个根好短，有啲咩困难就玩完啦。嗱，弟兄姊妹，要将个石头攞走，将嗰啲硬嘅嘢攞走，让神嘅泥土咧嚟到去更多，以至个生根嚟到去建造。我们的信仰是不能够有石头的，不能够有硬的，是要时常的让那个种子的泥土不断的生长，也都不能够靠感觉的，感觉是不是很可靠的。有些年轻人就问我，哎，牧师，我们很多时候呢，好，这排我感觉上帝很远，我不想读圣经了。如果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有的时候怎样？唔好讀咯，唔緊要咯，係嘛？讀少兩次唔使死噶啦，係嘛？上帝遲啲先見啦咁。咁我同佢講，我哋千祈唔好咁做。當你感覺唔想讀聖經嘅時候，你就逼自己去讀聖經，你去努力翻讀聖經。因為當時你越想離開嘅時候咧，其實就係你嘅情緒低。呢個時候你要更加努力，用個錘搏爛嗰個石頭，拎走佢，讓神嘅話語可以多啲嘅路。千祈唔可以憑感覺，要憑神嘅話語嚟到去開始。好啦，第三方面嘅呢個嘅土咧，就係荊棘。呢度講話咧，荊棘咧，嗱，大家知道我哋前面嘅 lawn 都知道啦，係咪？
我有時都講過下我個 lawn 嘅，我個草地已經唔係草地㗎啦，已經，我已經即係忙得滯，太多嗰啲雜草啊，嚇嗰啲雜草咧，即係嗰啲 weeds 咧，太多啦，已經多到咧，我冇得殺㗎啦，已經，咁我不斷係咁剪短佢算啦，都係綠色咁啊算啦嚇，即係已經，咁我尋日睇到，哇喺可以鋪翻曬成個土喎，一個8.8。一個 square feet 啫喎，咁我計計條數，我都負擔得起，可能我真係要成個草地鏟曬佢，重新嚟過啦，冇得救咯。即係我曾經試過手掹用嗰個嘢整，即係多到你已經咁樣冇乜草嚟啫。即係嗰啲係草嚟㗎啦，已經係。咁我剪短佢算啦。唉，真係咁後悔當時咧少少嘅時候咧就唔整咗佢。而家咧佢哋已經喧賓奪主，嗰啲 weed 咧將嗰啲草咧已經咧變成咧死曬咁滯啦。突然間翻翻呢啲草，其他嗰啲地方根本就全部都係 weed 嚟嘅。咁安慰下自己 ，weed 都係草嚟嘅咧，好似做沙律都可以食得嘅，係咪先？即係安慰下自己啫。其實人哋行過對面嗰啲，哇！見到人哋綠油油一片草地，真係前無兼妒忌嘅。冇辦法，太遲啦。荊棘佢哋生得好快嘅，好深嘅。普通嘅草咧係唔夠佢爭嘅。一有荊棘出嚟嘅時候，嗰啲草嘅健康咧就受到極大嘅威脅啦。荊棘嘅地方咧，我哋心裏邊好多憂慮啊，好多思慮。耶穌都話咧，今生啦、錢財啦、憂慮，令到我哋嘅心咧唔能夠對準住上帝。啊，上帝幾好？喂，不過今生會唔會喺我今生嘅嘢又緊要啲咧？咁今生定來生咧？耶穌都好喎、啊，不過錢都幾好喎、啊。我自己尊嚴幾好喎、啊，耶穌又好喎、啊。不過我條氣又好重要喎、啊。咁種種嘅內心裏邊嗰啲嘅思慮，結果令到我哋嘅心咧三心兩意，唔能夠專心去跟隨上帝，就好似荊棘喺我哋嘅心當中，以致我哋唔能夠。单纯的去成长，神的道一路增长，不过那些东西 crowd over， 令到我们没办法，不能够健康的成长。除了 weed 之外，我发觉在我们的后院学了很多东西。有一次 好几年前，有个人跟我说，他说你的树就来死了，因为我后院有很多树。那他怎样死法呢？他说你的树这么太多，互相争，你一是就斩回树，一是斩树枝，如果不是你的树就会死了的。咁我唔係喎，睇落幾好。佢話你而家好似幾好喎，不過咧，因為啲樹太多爭咧，因為我後院個樹係 Highway 7望落去咧，幾靚噶。因為以前有泳池，啲樹擋住幾好啊嘛。個泳池我都冇咗啦，而家變咗草地。但係後邊嗰啲樹咧，咁佢話你真係要去處理。如果唔係你啲樹冚唪唥死曬，咁我望到少少地黃黃地 OK 啦，係咪先？跟住嗰度啲咁多冇啦。但後來當我填個泳池嘅時候咧，嗰個人就話：嗱，你真係再唔做，你死㗎啦咁。咁我好啦，不如幾百蚊搞掂埋佢啦。佢將我 cut 咗佢 ，cut 咗好多樹枝。而家我後邊啲樹咧，真係正曬啦，因為太多。咁我諗起係喎，其實人生裏邊，如果好多唔應該嘅嘢 crowd over 嘅時候咧，我哋嘅屬靈嘅生命健康真係唔掂嘅。有時嗰啲係 weed， 有時嗰啲係其他方面嘅考慮，太多嘢以致我哋對神嘅心咧唔得準確嘅時候，我哋嘅健康，我哋嘅屬靈嘅健康咧係唔能夠有力嘅成長。人生你想想啦，嗰样做嗰样又做，东奔西跑，方向唔清楚嘅时候，点能够有积极嘅健康？点能够有所成就？点能够生命有光彩咧？结果就东奔西跑，一事无成。唔系讲紧世上嘅成就，系讲紧我哋喺上帝面前，原来都冇一个真真正正，当我哋见耶稣嘅时候有所交账，系有永恒价值嘅话，你话几凄凉咧？嗱，各位弟兄姊妹。第一，路旁被雀仔擔咗；第二，土淺石頭地；跟住第三係荊棘滿途。好土啦，就好掂嘅。咩係好土啊？鬆嘅泥土係咪？咩係好土啊？掹曬啲石頭嘅泥土係多嘅。乜嘢係好土啊？掹曬啲荊棘嘅，以至能夠有啲有肥嘅泥土，又可以施肥，有太陽，有雨水，嗰啲種子就健康成長。我哋灵命要更新，就是要将我哋生命当中嗰啲麻木嘅、嗰啲硬嘅泥土整翻松佢。我哋将我哋生命里边嗰啲石头唔应该存在嘅嘢，嗰啲骄傲、唔听人讲嘅嘢，嗰啲心，嗰啲咧以为自己嘅感觉大晒嘅，
骄傲自我嗰啲石头一个二个大嘅细嘅都攞走佢，跟住仲要心里面嗰啲荆棘各样嘅忧虑嘅嘢攞走佢，以致咧我哋嘅心系纯正嘅，净系泥土嘅啫，单一系可以让神嘅道嚟到喺当中生根发芽增长。上帝准备有太阳，准备有养料，准备雨水噶啦。问题就是你的泥土掂唔掂？如果泥土充满荆棘、充满石头、硬崩崩的话，神的道不在我们当中能够成长。神要祝福我们，给我们众多的喜乐，天国的恩典临到的时候，万事俱备，不过泥土不得。那你说，哎，上帝不要紧，等等先，等下一下，等下等下，时间就蹉跎岁月，神的恩典就随波而去。咁我哋人生望翻转头就唏嘘啦，唔好再唏嘘啦，系咪啊？我哋应该咧，主啊，唔能够再浪费时间，前边嘅日子，我哋要好好地整松我哋生命嘅泥土，抌晒啲石头，掹晒啲荆棘，单纯嘅主啊，我专心仰望你，你栽种，我要经历30倍、60倍、100倍嘅经历，我要经历呢个神迹。是不是神迹啊？从人的角度是的，一粒种子好少少，哇，生出来好多的。我们教会望望下去，你可以用不同的角度看的。第一角度，哇，年纪大的人多，老弱残兵，是不是？但不是的，如果在神的话语增长的时候，我们不是老弱残兵，我们是老当益壮，身体老，心灵力量，跟着我们能够老当益壮，跟着我们不断成长，我们教会不断的茁壮，因为我们的泥土是好的。我们的泥土 是好土的话，我们的生命50、60、100年轻的又来，整个教会神要在我们当中创造一个又一个的神迹。神迹是可以发生，超自然的神迹，人想不到的神迹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仰望你，主啊，我们的生命的泥土，你知道我们有什么的软弱，有哪里是硬的，有哪里有石头的，有哪里有荆棘的。主啊，我们今天愿意在你面前求你拔除它，拎走它，整松它，以致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好的泥土，结出果子，不枉此生。神啊，求你帮助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多谢牧师的教导，求神都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有好的属灵土壤，让神的话语都进到我们的心里面，用信心去实践神的教诲，更新我们的灵命，同奔主路。